为什么你偏偏让我当你的月姬？你到底是看上我什么了？我看上你，我猜你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吧。少君真是好眼力，居然还能看得出我在生气。那我应该怎么样你才能不生气？道歉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封你的乐坊。哇，你还真的道歉了。本少君啊，又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记仇之人，况且我已经让人把你的乐坊给解封了，可以好好谈了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我想问你啊，为什么你偏偏让我当你的月姬？你到底是看上我什么了？我看上你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可不许乱来。我是说我看上你的这双手，所以你好好做我的月姬便是。我的手比我的脸好看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是觊觎我的美色。你怕不是对美色有什么误解吧？哦，怪不得你觉得我不好看，原来是你的眼光有问题。我才不跟你计较。好好练习，我们绿光乐坊是不会被打败的。